女性到了更年期，难免会有失眠、心情不好以及骨头酸痛等问题。今天我们请到了杨素清中医师，教大家穴位按摩，解决更年期的困扰。更年期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会心悸，会潮热，会盗汗，而且不好睡觉，有些还会骨头酸痛。中医的话，那用穴位按摩对它的帮助是很大的。那我们今天选四个穴位，第一个穴位就是三阴交，它是在哪里呢？在那个足内踝上三寸的地方。那第二个穴位是太溪，它是在足内踝跟跟腱的中间。那第三个穴位是足三里，是一个长寿的穴，所以你按摩足三里的话，等于让你的能量过来。那第四个就是涌泉穴，涌泉穴是肾经的最开始出的地方，那水最多，所以可以滋阴补肾。按摩这四个穴位的话，它让你非常好的度过这个很快乐的更年期。穴位按摩是一个很天然的治疗方法，可以帮助你轻松面对更年期的困扰。大家一起试试老祖宗的智慧吧。